邦产险官派独董十一月走马上任，其中学者出身的李忠彦被点名无相关学经历，却获柯文哲青睐，原因竟然是李忠彦太太就是台北农产董事林秋辉。富邦产险的独董来讲的话，加上车马费，一个月可以拿到18万，是很离谱的事情。就是柯P怎么可以用富邦产险独董这个位置啊，来做酬庸跟私相授受？他所用的这些人士都让大家觉得跌破眼镜，所有的人事的安排都是放自认为他比较重要的人，那所以变成导致会让大家觉得说，你就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是一样的。蓝绿议员炮口一致，质疑柯文哲拿富邦产董肥缺，弥补未能顺利坐上北农董座的林秋慧，把台北市搞成家族酬庸乐园。事实上，我们有内部讨论过的，这个有问题的自己都先化掉了，所以他的确在品那什么，在那个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。他因为他是专门那个 internet 就是那种网络的安全性了，还有他本身的学经历都 OK， 没有问题的。替李忠彦背书，撇清私相授受，强调人事安排只看专业，不看配偶栏。常常有些人他们以前是这样做，所以后来他怀疑别人都是这样做，这是麻烦的。柯文哲的人事布局再度被打上问号，林秋慧和李忠彦夫妻前后一个月上任北市府高官，酬庸说不胫而走。记者董佑俊、邵玉敏台北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